飘，飘勇气几许新盼望，望故乡转气象，情深深，就算一生惊恶风恶浪，但永不轻沾一分树伤。树更高，山更青，这份情无限长，一片乐土寄心上。路更弯，海更深，故地浓情都一样，月光清辉，把这心笑照亮。许心寄望，望你心不变样。人意义面对不忧的信息跌宕，但爱不轻沾一分树伤。梦再醒，心再伤，这份情从未凉，欢笑泪影落心上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去拍视频的地方是这个台山市台城镇官埔，不知道属于官埔还是炮埔乡下面一条村叫中和里。我们去看看这个中和里它详细的地理位置。这里是台山，这里就水榄墟，再落嚟呢少少呢度呢就官埔里啦。咁呢度就炮埔，官埔同炮埔之间呢就有一条村叫做中和里。喺呢个地方大概就有一条村叫中和里。咁呢个中和里呢以前呢就应该係属于富城嘅。而家呢就合并咗到台城街道。咁呢个中和里都系姓朱嘅。咁呢条村距离台山台城大概有11公里咁远。下面我哋要听下呢度拍摄嘅视频。大家好，今日又嚟到呢个台山市台城炮埔乡下面嘅中和里呢条村。呢度呢就係朱氏聚居嘅村落。咁呢之前去過朱玲玲佢哋嘅鄉下呢就對面嗰邊嗰度直德學校好似係。咁呢邊呢就係炮埔中和里呢個村口同呢個狗幾狼啊。呢度仲有一間屋喺呢個村口，不過都已經係破敗咗啦。是一间窗砖的古宅，1940年上面有写住。1940年阿叔你好阿叔。呢是中和里的嘛叔。我一猴个团的。是吗你个间屋有个路口的。你个啲我团队又听出嚟鬼物，零失病过来，你间屋上80年噶咯，系好老噶咯，80年嘅老宅，1942年，84年嘅古宅，我哋中和里鬼欢迎嘅。啊，啲咩人老华侨嘅乡下，啊，不过我估计都冇，条屯都难，都冇乜人。冇乜人有机子咯，温可能都系温冇人，系啦。行完又系，咩人老华侨嘅乡下，啊，缩入嗰间屋。80年，
1940年到而家2024年。哦，一鳩。一間屋兩個呢，以前的華僑屋，華僑老宅。咁呢條中和里呢條村呢，就喺呢個林蔭小道呢度行入去入邊，要兜個轉個圈。咁你喺地圖上面睇到呢條村呢就唔係好大條啦。咁右邊呢邊呢就係、是、叫咩學校啊，我都唔係好記得嗰度。就是朱玲玲他們的故鄉。這些田剛剛打完還未插秧、這條路到走入去中和里、很陰涼、那邊種著那些應該是檸檬檸檬樹、在路口到行入去中和里大概呢可能是有400米咁上下远啦。现在我哋就向呢条村道出发啦。如果呢唔知道呢呢度有村呢，你都唔敢喺度行过嚟。咁睇下两边简直就係猫脸烧祖茂林秀竹屈屈青青山街野。啲小動物啊、野鳥啊，吱吱喳喳咁樣嘅，喺呢條村嘅村道，禽時急鬼啊、蛇蛇水水都好多，喺呢啲蟲蟲、蛇蛇蟲蟲鼠鼠，唉，喺呢啲村道，而家都冇乜人住咯。你睇呢啲野薑花幾靚，都唔知係啲咩薑。總之呢就係啲薑花嘅一種，開白色花㗎喎，係薑嘅一種植物。而家呢就行到嚟呢個中和里呢條村啦。一到呢個村呢，就佢呢條村係比較細，阿叔都話係村仔。呢度無人居住橋房，行過嚟睇下。呢间屋无人居住，个桥房好靓噶，三层高啊，三层高嘅桥房，仲生咗一棵榕树喺上高，可惜两层窗噶，呢边呢间咧就有人翻嚟维修过。呢边呢间咧就整个洞门，炮步乡中和里村，呢间都系三层高，不过我见到呢度好似堆咗好多呢啲垃圾，可能系出租咗俾人哋住。呢度呢啲屋冧咗啦，冇啦。呢条村细细条，但系咧佢就系啲屋咧比较好噶喎，即系嗰啲有钱人嘅屋嚟噶，玉堂富贵，金屋荣华。门口呢幅壁画好靓。呢度呢就係佢哋呢條村嘅塘基啦，嗰度可能係個水井。呢個水井前面應該呢就係個風水塘，但係日久呢就已經生草茫茫啦。呢度仲有個宣傳欄啊，呢個透步中和村村務公開欄。呢度呢就係村口。呢啲屋都冇人住㗎喇，全部烂晒。间间都有最少两层高。全部都係窗砖古宅嚟㗎。咁呢係啲紫苏
紫苏叶、丑田螺。喺呢度仲有啲花生晒喺度，有人住，唯独呢一间可能有人住之外，其他嗰啲都冇见到有人住啦。无人居住嘅桥房，啊呢啲全部都系冇人住啦，间间都咁好。啊，睇入边仲有啲相神台，啊，仲有啲相喺入边，神台啊，相啊咁。无人居住嘅桥房，啊呢啲仲冧晒，呢啲都冧啦。哦，呢间后期整过个房间嘅喎，啲屋全部都冧晒，冇人住啊呢条村。哦，呢度仲有种住啲花生喺呢度。晒住啲花生，啊条巷都生晒草啦，都唔知边度系佢哋嘅祖屋，影下条村俾佢睇下啦。系去咗缅甸嘅华侨，好耐嘅，你应该系以前。一条村嘅村屋，啊呢度咧就出去咧就去。田地啊，呢度仲有个舍迹菩萨，仲有个舍迹菩萨喺呢度。啊，呢度咧系呢条中和里嘅舍迹菩萨啦，写住中和里舍迹之神，有啲年代感喎，呢两个香安吓。啊睇呢两个香安，啊呢度呢条村好多都系呢啲羌砖嘅古宅，啊呢、这个上面嘅雕刻仲系非常之好嘅添，啊呢度有一只系唔知系狮子定系麒麟，有只雀个头。黑咗定系唔见咗？呢边呢只又系哦，对称噶、哦，一个公嘅，一个乸嘅可能啊，两个啲两个麒麟啲灰雕唔一样啊。呢、这个明显呢个咧就好似霸气少少嘅啊。呢只啊呢只咧就系冇咁霸气，不过冇人喺度可以。问啊，呢条村应该一条财主老村嚟嘅，啊，从啲村屋可以见到。喺呢间无人居住桥房咧，你睇佢门口呢块木雕，吓、啊，啲颜色都仲喺度嘅，啊，好靓啊呢块木雕，文明大启，系咪个启字啊？啊、有啲系写住世界文明。啊，呢块木雕中间咧有文明大启，好似系个启字定系个咩字？应该系个启字。啊，呢度咧就系佢哋嘅公共嘅洗手间啦，应该因为啲村比较细，所以佢哋冇必要整嘅太大嘅洗手间。啊，两个洗手间，公共嘅厕所。一条村基本上就是咁大，行过晒啦。啊，嗱，而家又见到有个阿姨出嚟洗衫，不过估计问阿姨都唔识噶啦，因为佢哋呢啲老华侨落咗去缅甸好多代人，就唔系随便问个人都可以识得。
姨啊，你好啊姨，我想问一下佢个团，我嚟帮阿老华侨填走佢个故乡嘅呢。阿老华侨系闽南嘅，闽南老华侨，佢那爷系我鬼落南洋嘅，去闽南，佢个爷个名叫自家氏。没有呢？要吗？冇要。冇听过？哦，你系佢个团嘅，咪嚟鬼字噶？你系隔嚟呢度噶？我系系啊，我系来嗰啲啊。你隔篱佢冇个都屋嘅？我系隔嚟呢度啊？搬到嚟，搬到嚟呢度？系啊。诶，呢度村即系中和里咧，仲有冇本地嘅村民咧？嗯。啊，即系原生喺呢度住嘅。冇识嘅。即系换来系有鬼字嘅。我鬼字嘅团名还要吗？其他人都唔识啦。哦，其他人都唔识，即系你哋搬嚟呢边喺呢度种地系嘛？系你哋插啲田。哦，即系你嚟呢度耕地啊？哦，可能我话即系呢度村民都搬走晒啦。你好啊，叔。冇，我哋喺门嘅烹窑嘅乡下，佢嘅中和里嘅，佢嘅爷而听到佢去闽南嘅，呢系佢嘅团人嘛？唔系，佢嘅团还要认到佢字嘛？宁后有一户咯。宁后要一户，即系宁，我宁晒那发生宁，系要系佢一户我啲字咯，都冇佢啲团都冇认字咯。吞布都会咧矮字矮楼出角嘅咧，那佢要短佢，佢那屋佢好嘅黑人啊，啲人要听嘅。你个奶奶啊？我有奶奶，我系上个女啊。不过我镜连嘅镜都等得蛮 OK。瞓觉咯，可能。三点半。应该即时到瞓觉咯。瞓觉喎、啊，瞓晏照。你哋系广西噶、你喺呢度耕几多亩地啊？三四十亩，哦，你嚟呢度耕咗有几多年啊？十年八年咯。十年八年，我见到种咗好多柠檬树喎、哦，系咪你种噶？先系柠檬树啊。唔系啲桔树定系柠檬树啊？金回金啊。啲咩？金回金啊。金回金啊？你种啊？系啊。哦，有冇而家有冇金啊？家未到结花结果期啊？啱啱烧咧，明年咯。明年？而家即系而家有果啦，哦，原来阿叔都系嚟呢度住啊，咁咧就好难揾得到啦，因为呢啲全部都移民晒。你即系要唔过即系几幢，冇几幢你都冇揾得到。品假都佢年纪好大啊，系啊，有八九十咯。阿叔定系嘅姨啊？两公婆啊？两公婆。八九十啦，哦，哦，原来咧就一条村咧就本地人咧就剩翻一户喺呢度住，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揾唔到啦。啊，影下条村俾佢睇下啦，俾佢知道翻佢嘅乡下后埔中和里喺呢度。啊，剩低佢哋呢一户人家喺呢个乡，喺呢个乡下度居住，紫气迎墙，同雪睇唔到。OK， 今次嚟到呢个炮步乡中和里呢条村拍摄视频。就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